Rambo。难道刚才有人来过吗？深夜探秘废弃的人生终点站，竟然发现了点燃的蜡烛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今天晚上在浙江啊，发现了一个好地方，人生终点站，趁着这个今天晚上有月亮，去探一下。哎呀，这棵大树把这个月亮都遮住了。哦，这边有一个什么呀？一个中巴呀，还是小巴呀？哇，进去敲一下。哇，好家伙，这个玻璃怎么都没了，都碎了。哦，上去看一下。哎呀，在里边还这个稍微暖和一点，比外边要暖和。这个地方有一个手掌印了的吗？谁按的呀？哦，这里边怎么还有很多烟头呢？这个应该是那个接这个家属的。哎呀，不知道已经这个废弃了多少年了。下去看一下其他的地方。喇叭还响不响呀？没电了。哦，还有地图呢。哎呀！这里边是干嘛的呀？看能不能进去。哦，有一朵大花呢。哎呀，好家伙，还锁着呢。看看里边有什么。哦，里边这个脚上有一个躺进去冰冰凉的柜子，还有一些方桌，还有一些塑料凳。这怎么还有饮料呢？哇，这边有一个小木盒，圈圈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！怎么还有毛笔呢？哦，我去，好家伙！这个地方有一个柜子，这个柜子有点窄呀，宽一点就好了。我的天哪！有人不？难道刚才有人来过吗？怎么还有蜡烛呢？怎么还有蜡烛呢？哦，有可能刚才有人来过。哎，还有狗子呢，还有狗子在叫呢。哇，哦，这个地方怎么这么一大台机器呢？好家伙，看这个烟筒，一看这个烟筒就是烧柴油的。我去。这个水箱太大了，长宽在1米以上。这门好像能进。哎呀，哎呀，这里边可真暖和呀。
还有吊扇呢。嗯，怎么还有鱼线呢？哦，哇塞，这个线很锋利啊，真的是鱼线。哇，今天晚上这个月亮也是特别亮啊。